获得上海爱丽丝幻乐团所认可的东方系列二创手机游戏《东方 Arcadia Record》终于在日本正式推出了。游戏结合了横向跑酷与弹幕射击玩法，我们要控制角色在关卡中上下跑跳，一边躲避敌人的弹幕攻击，一边搜集金币。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攻击方式和技能，像是16页的飞刀攻击，或是魔里莎的魔炮等等。关卡中的 BOSS 也有着独特的攻击方式，让玩家们可以体验到不同风味的东方弹幕游戏。游戏里有着全新原创剧情，并搭配全语音，还收录了多首经典音乐。粉丝们一定要来试试看这款东方 Arcadia Record。